是不是之前九号的？不是，之前九号是那谁的？之前九号是天天。杨纯的吗？嗯？这个是。天天不在，天天小姐姐出去了。来起法官视角，来个法官视角。法官视角，法官视角是什么？就是看看你。看我也不知道信息啊。可以，你站起来。他要的法官视角。我估计是药童。对对对。稍等一下，来份咖喱牛肉。咖喱牛肉没有必要黑椒的。一号好惨啊，一号直接被毒了。是，我是五道口的法官，可以来五道口玩。如果近的话，远的话也可以去啊。可以来看看我吗？旁边的兄弟眼贼呀。然后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关机是哪儿的？我这个关机在里面。羊驼来啦。开播的时候要点开始录制。组肉也来了，给五道口的法官一个特写，可以吗？等一下吧。真的是尬聊，尬聊。回来，压力大，刷个佛跳墙，我压力就不大了。相当棒，优秀。
有嘻哈第二届的候选冠军 Yellow 嘎。本局的游戏板子为玉女列白，现在开始发放身份牌。现在开始发放身份牌。宁宁，我也你说到了好吗？行吧，你走远了，拜拜。哎，走远了，走远了。这个看的主要是，抢救不回来了。哎，我还没适应。各位玩家，请确认好自己的身份牌。各位玩家，请确认好自己的身份牌。天黑，请闭眼。Asleep amidst the trees. That's all a swaying in the breeze. But when so light, I'm just wide awake.现在开始进行警长竞选，所有玩家听到我到时候开始举手，慢举无效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上警的玩家有一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。现在是56分，由八号玩家开始发言。我发言呢？怎么这么可怕呢？感觉七又拿狼了。感谢我拿我感觉六七年反正好像又解变了。外资位的。哎，我不是啊，十一号玩家你不上警的。嗨一段啊 ,MC 加加。你嗨一段啊。
这个算了吧，那我就报了吧，那我就报了吧。八号玩家选择自爆，昨夜平安夜，直接进入黑夜。天黑请闭眼。玩家有一号、三号，一号玩家选择自爆，昨夜九号玩家死亡，没有遗言，直接进入黑夜。玩家死亡，没有遗言。现在是9:01，由二号玩家开始发言。哇，第一个发言，井上出吧。井上是1、3、5、8，10，我操，没了。那听五十吧，那不一定想出来。井下人多，那第一砍的两刀都是井上的，说明我觉得井上狼可能不多，可能就两只狼，从井下找吧。五十听一下就行了。井下去听吧，八去点十一，我觉得可能八跟十一不认识，就八井上，然后八去说七不好了，但是后来自爆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坐骑身份，听吧，守之位发言没有什么信息，是张好人牌，在井下想投票，好吧，过了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感觉二还行吧，
因为我确实也是井，我觉得是井下轮次，因为确实井上已经两张狼人牌自爆了，然后我觉得其实八号的心里我觉得可能六七是要出狼的，因为他自己做作的去点了一手六七，然后自爆了以后，我认为六七里面可能会有狼，因为一开始也没抿面相，然后我是一张好人牌，就是没什么抿面相，就五号这个位置要是好人的话，就听他怎么分析吧。反正前置位我觉得二还行，那么井下我记得是六七，十一十二吧，十是在井上的牌吧，笑一下，乐神。不要紧张呀，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有点奇怪，两狼爆了，但九号这个表情，因为毕竟已经第几天了，然后女巫还没有开药，我觉得我怕九号出去是女巫，这样就不好打了，应该不会，因为他要是女巫的话他应该会闷，不会闷毒，所以我后置位重点听六七聊吧，因为其他没什么好说的，然后听五发一下言，你如果是个好人的话你有什么见解对吧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前置位觉得二还不错，我觉得六七要出狼是因为八有点做作，十一不太像狼是因为八点十一的状态不像认识的状态，那十十二这两张牌再听听吧，就冷神不要那么紧张呀，你一紧张我就想把你打狼你知道吗好吧，我过了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我重点听六七好吧，过了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没有啥见解，我有啥见解我也不知道，就那就六七出人呗对吧，就是井上还有我跟十是吧，反正我不是特狼村吧，我是个普通村民，你是不是我不知道好吧，你要不是的话呢就单狼上井，他一看后缀没人了他自己也没跳直接就爆了，那井下出三狼对吧，六七里这个十十一这都可以扔，咱俩说扔谁扔谁行吗，我觉得井下没有狼了，我觉得这两张金水牌好吗，我觉得五十是两张金水牌，那你十一十二一二四六七好好表水好吧，你们挤两个蓝坑出来好吗，那别的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就听你们发言吧，反正我跟十我觉得暂时可以保对吗，虽然十没有发言，就但凡就还是那个道理嘛，井上有狼的话他为什么不等着悍跳呢对吗，他一看井上哎没狼同伴了那我报了算了，有可能是，反正我不是他狼同伴，你好好聊好吗，你要排了那咱就井下抓好吧，那这个二四呢我觉得都差不多吧，先听六七发言吧好吧，要是这边六七十一十二发言都过完把四投了好吧，那先听你们先好好聊好吗，过了。六号玩家请发言。平民牌前置位的话，如果说你们把井上的轮次放下，我觉得二四二听不太出来，但是我觉得四聊得不太好，因为你告诉我八号的那个发言六七里面要出狼，你定义的是六七要出狼而不是六七双狼对吗，六七要出狼你觉得二还可以十一还可以，那你要把这张十二打死，你没有去打这张十二号牌，这是我觉得四不好的地方，请你去保的这张二，我觉得二这张牌我不说它一定是张狼吧，起码我保不了这张牌好吗，那如果后置位我听起来没有爆狼的牌，那我可能这轮要出你四号好吗，底牌一张平民牌，七这张牌听发言吧，因为八点了六七两张牌，我底牌是张好人，我不知道这张七他是不是在给七做身份好吗，我定义十一是张好人，因为八在那个位置说十一没上井啊对吗，我觉得那个发言他点完六七之后他说十一哎你怎么没上井啊，我觉得那个发言我觉得八跟十一不太像认识好吧，如果真的是井上的轮次你们放下来了后置位再听吧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四不好，二我听不出来，二这一轮一轮发言我听不出来偏滑，我定义十一是张好人，那出狼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七十二四里面，我后置位七十二如果没有发言特别差的，我想优先把这张四扔了好吗，我底牌是张平民牌，剩下的没啥了好吧，过了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七号玩家发言啊，我觉得五号说的不对，就是一号上井了，一号也自爆了，井上两狼对吧，一号上井了，一号自爆了，井上两狼，你说的不对啊，你这样子你说井上只有一狼八号，那我觉得你不应该记错，所以说五号肯定是有问题，不对吧，我反正还有就是井下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八总点我七号啊，因为我他是好人他也点我七号，但是狼也点我七号，因为我七号是张好人牌，然后又摸了一张平民牌，这样我觉得
后面大家既然都把十一保了，前面大家都默认十一是好人的话，那十一也不用聊，剩下十在井上，大家说这次从井下出，那还有十二、四、五和七，对吧？那反正我觉得，既然五号记错了，那我就要票五号，这样子过。请十号玩家请发言。这个七怕是要走远了，本来我想说这个四的问题是很大的，那么四的发言告诉我五是一张好人牌，井上没狼了，那么四感觉像是一张开眼的牌。四聊的是什么？说要从井下出，对吗？一点就是前置位前面你认一张好人牌，对吗？前面你这个二你认一张好人牌，后置位但凡有狼，对吗？狼都在后置位啊，对吗？你认井上两张好人牌，那狼全在后置位，对吗？你这张牌一定是可以给你打飞出去的，但你没有一点危机感。我觉得四，这是四不好的地方。这个五认下了，我觉得这轮七可以出局，对吗？就是你打五的点只是因为他说了井上只有一个狼，其他的没有，对吗？我觉得后置位十一、十二，十一被所有人都忘记的一张牌，我觉得十一那应该是可以放下了，好吗？十二没听发言，我觉得七大概率是个狼了，好吗？这个四只能放一放了。六，我觉得六说的还可以，对吗？他打四的点打的都，我觉得可以，虽然我俩打的点不一样，好吧，过了。十一号玩家请发言。好人牌，然后井上第二局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十号退水了，所以因为一号跟八号都是井上的牌嘛，我觉得井上就应该不出狼了，因为井上也没有很多人。然后我觉得十号，因为他说的那句退水，我觉得十号像张好人牌。然后我听下来之后，我觉得二号的发言还挺不错的。然后四号，我觉得其实当然跟觉得二号没什么区别，我觉得二号看起来就是发言心态还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井上不出狼，所以我觉得你五号像张好人牌。那在我这里就是四六七跟这张十二号牌。那我听下来发现，因为我认定十号本来我觉得他就是象征好人牌嘛，因为我听井上发言之后，然后他刚刚打的点，我觉得他说六号发言好，我也觉得，所以说那我是张好人牌，那就四七十二里面出，那就这样过了。然后本轮我可能更想出，就是跟七号发言，就是打，因为如果你认井上几匹狼嘛，就是我觉得一八双爆，我觉得井上应该不出狼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五十都算好人牌。那这个打五的逻辑，就算他认错了，就是他自己是井上的牌嘛，我觉得他认错了，就是他可能忘记了，就因为他我听他的发言了，他也说什么一号是什么，他说井上只有一狼爆，但一号是在井上跟一三对刚的时候自爆吞了井回的，这五号确实他是说错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用这一点打他，因为我还是认为井上不可能出到三狼那么多狼的感觉，就因为他爆的那么莫名其妙的，那他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突然点我一下，我还以为他是什么牌呢，他问我你上怎么，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还想他干嘛，他跟我就是表演什么东西，没太懂。然后我觉得七号发言不是很好，我觉得六号发言挺好，那就是四七十二，本轮更想出张七号牌吧，因为十号在我心中像张好人牌，他要强打张七号牌过了。十二号玩家请发言。就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一定是你们说井下的轮次，就是在我的视角里我更倾向于井上的轮次，但是全场都告诉我是井下的轮次，那我真的不想放，因为井上九跟三走了，九跟三走了，那你们是个好人牌，你们可以刚一刚的，他们不一定刀到预言家的，就是你们十跟五都退了，对吗？就是我不知道，但是从井下走我觉得四发言其实不好，因为我觉得七跟上马拿狼不太一样，其实你们上来打六七的逻辑是那个八上来抿六七，就我觉得不太成立，好吧？就是一个狼队友，然后为了隐藏自己狼队友消耗自己要爆，然后为了隐藏六七里的一个狼队友，我觉得更像抿身份，好吧？就是我觉得七比上马好一点，就是没有像马那么狼，就是我觉得四不太好，就是你们打七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十二底牌是个好人，那我倾向于井上出，其实我一开始倾向于四五不好，但是。那你们都保了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底牌是个好人牌，好吧，就是那不然就我倾向我不想出七，好吧，我倾向于出四，因为我觉得四聊得不好，四跟着二说六七出，就是你们认八是个狼，你们还要六七出，就总归那个狼那么做作也应该放一放了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就是可以井下出，也可以你可以打我，可以打我十二那二，但是我觉得六七且这个四跟着二打我觉得不太好，好吧，我就四七出吧，好吧，你们觉得十二不好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我的逻辑，好吧，就我觉得七还可以，我觉得四不太好，十打了四，其实我觉得十还可以，
过了过了，好吧。所有玩家发言结束，现在开始进行放逐投票。所有玩家听到我到时候开始投票，慢举无效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二号投给六号，四号投四号，十号投给十二号，四号五号十号投给十二号，六号七号十一号投给七号，七号四四十二四号十二号 PK， 请七号玩家先发言。四十二 PK， 请十二号玩家先发言。就我底牌是个好人牌，且我是个村民牌，好吧？就是你们前置位，你看五报了个村民，六报了个村民，七报了个村民，没错吧？就是我本来不想报身份，就是我在我视角来看，就不可能四连民，就是六七报村民也就算了，我觉得不是你五的轮次。前面都在说，因为我为什么打五呢？因为你们都说六七的轮次，然后五上来说自己是个民牌，就我觉得不是你的轮次，且这个五报了个民牌，但是你有可能是个神，你想挡一刀，你想藏，但是。啊，不说你五了，好吧，就是，那我十二底牌是个好人牌，那我请你四出局，好吧，就四五还有谁上的我十二，还有这个啊，还有这个十是吗？啊，我是觉得四不好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四顺着逻辑才六七出，我觉得出不到六七，好吧，我底牌是个好人牌。且这个四发言说五还挺好的，他没发言就他是好人牌，我搞不明白。我觉得十一还可以，那你们全场都保，那十一应该是个好人牌，好吧？我底牌是个普通村民牌，好吧？过了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你们狼人呢？打我发言不好可以，但是不要篡改我的发言。我从来没有说五好，我只跟五对话。我说五要是，如果你要是个好人，你分析一下，对吗？就六打我的点也特别奇怪，我是一张不吃信息的牌，对吗？你告诉我，我起身就要给你点两狼，就是也就是说我的水平，要是不点两狼，我就是狼了，对吗？我不是说打你六七双狼，我说六七可能是要出狼，那我在前置位发言，我只能听二的发言，我觉得二还行，对吗？那我是一张好人牌，后置位得给压力吧。十一是让我觉得八十一这样对话不像做作的牌，但是八是个狼，他总要干事情的吧，对吧？他不可能聊着聊着就爆了吧，他总是要做身份的嘛。对吗？那他做的是谁的身份？我觉得做的不是十一的身份，那就是六七中的一张。请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打我发言不好，拿出实际的逻辑来，对吗？前两张五十，你们公认的好人牌，对吗？跟着我一起投了十二，这个十二什么发言？四七中投，你觉得七好四不好？你投四啊，对吗？你如果是好人的话，你就说我这一轮觉得七没有这，就是七跟上一轮。好人状狼人状态不太一样，可能七是个好人，你们打错了。那这一轮我要出四，十二的发言是什么？那你们都觉得是井下的轮次，可是我觉得是井上的轮次啊。那你们如果觉得五号是好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然后十二说这个七我觉得不像狼啊，那今天我会在四七里出。那你十二如果是一个好人的话，你告诉我你觉得你像，你觉得我像狼，你直接出我四啊？什么叫七好四不好，四七出呢？那你不是暴狼是什么呢？对吗？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，我觉得我不需要过多表水，因为前置位发言聊出信息并不是很多，我跟二的发言差不多，且你们认为二还行，那我保了二，对吗？我保了十一，你们觉得十一还行？我说六七里面可能出狼，你们觉得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觉得六七其实六发言没有多好，你们去保六，因为六打我点都不对。我前置位发言，你们后置位发言可以去找两狼。我前置发言，我只能说给一个狼一个人压力，因为我不吃视角，我怕打错好人，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四说六七中出狼，就我这么跟你们说啊。浅显的来说呢，一定是七十二两狼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因为十二跟我上 PK， 十二一定是狼，且他打我逻辑不对，然后十二要保的是七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，好吧，反正我是一个好人，这一轮请十二出局，十二聊爆点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是好人上对票，就这么简单，过了。现在开始进行 PK 投票，只能在四号和十二号中投。四十二。三二一请投票。二号五号十号十一号投给十二号，六号七号投给四号，十二号玩家出局，请留遗言。就我底牌是个好人牌，我觉得六七不像狼，好吧？我觉得，
五十人不下了，好吧，就是我跟二叔还有跟十一说吧，好吧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井上抱抱抱，我觉得井上总归是要多狼的，这个人看到井上多狼然后只能到预言家才会抱抱抱的，且这个五我认为不好，好吧，那可能四是个好人牌，但是因为你们都想出七，因为十这个位想出七，那我是想盘井上这个多狼了，但是我又怕我的逻辑不被你们认可，所以我说那行吧，那我听四的发言不好，那么先从底下出一下看一看，我们明天再听你们发言，我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四说我想出四七，但是我想出你四，但是最后四七批，是因为前置位我觉得我听的好人牌有人想出七，所以说我说你们去，要不然你们投七，那我投这个四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我底牌是个好人牌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是二跟十一还可以四起来保了二。那你刚刚二刚刚说一点是我们都说二好，那我们刚一圈发言之后我们说二还可以，是因为二起身发言什么都没有说，你四起来说二还可以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发言的，是这个逻辑吧？就哎，过了，我是个村民走的，好吧，过了。言结束，天黑请闭眼。三二一，天亮了。昨夜七号、十一号玩家死亡，没有遗言。现在是9:19，由十号玩家开始发言。十一号不死了吗？十号玩家。哦。十号玩家。哦，说一下上一轮问的什么出十二，好吧？因为我那个位置我说要出七，是吗？我说的要把这张七出了。这个十二发言告诉我，他觉得七是个好人。对吗？那个轮次他虽然说了四不好，但是我觉得七那个位置比四聊得差，对吗？所以我决定出这个七，十二那个位置保了七，就是这个轮次我现在反正是弄得挺明白的，这个轮次对吧，谁保了谁，那我既然要出他，那我先把这张十二出了。第二轮为什么还出这个十二？因为当时看到的票型是四五十出的十二，对吗？我认下五是一张好人牌，那个位置我虽然打四是不好的，但那个时候报了两张狼人牌，对吗？如果是狼的话，昨夜七号、十一号玩家死亡，没，十号玩家继续发言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五是个好人牌，对吗？那个时候是两个狼自爆了，我觉得如果要有两个狼的话，一定是去冲票的，对吗？但那个时候我认下五是个好人，我知道我是个好人牌。那这个四，我觉着冲票四的都是有问题的，且我打了这个七，六七十二是投给这个四的，对吗？所以那个位置我选择出这个十二号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是一张蛋牌。昨天是七十一双死，我觉得七像个狼，那十二，啊十二又保了七。啊，我听你五聊吧，这个四昨天那么聊，我觉着我打不动他了，好吗？我是一张蛋牌，过了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其实里面肯定出张女巫牌嘛，其实昨天我也想，就是如果女巫在场不开毒会是谁，只能是七，我觉得十一概率不大，但是有可能你们几个一定跳不起来女巫，对吗？就是女巫没有起跳爆出燕人，不是没有爆出阴水，就挺伤的，其实我觉得不光明正大起跳，我想盘场上剩一狼，我觉得十一和七都是好人，就是我觉得七跟上把的状态不一样，这什么就是为什么放下七四十二里出四，我觉得像好人。十二他虽然打四，但是我觉得他打头太铁了，他要是个狼，我
所以挂了一票六，但是后来四十二 PK， 我觉得四比十二好，所以投了票十二，这是投票的行动历程。那这轮其实我想扔六，如果放得上井上的话，就放得下井上的话，嗯，四我总归觉得还行，他上轮 PK 发言我觉得过关，我觉得视角也是对的。然后五十的话，十是认了张民，看你五六聊吧，好吧，我也是张普通村民牌，就是井上的话，我倾向于可能想出十，井下我想扔六，我觉得五其实还行，但是总归要听这些轮聊嘛，四总归认下来了，我想井下扔六，井上扔十，好吧，这是我的看法，然后没啥说的，就女巫。女巫不应该这么玩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女巫大大方方起来抱饮水不好吗？对吗？不应该这么玩，过了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那可能是他，那是女巫的话，只能是十一，不可能是七。十七的话，他就读到我头上了，你懂吗？如果是七号的话，就读到我头上，那就十一号呗。那我觉得，如果这个游戏七十二都是良好人，按你的逻辑走的话，那这个游戏没法打了，对吗？那七十二两张牌在干什么？就是其实。哎呦，我可能更偏向于十二。你要说七的状态，我不知道，好吧？两狼真的没法打了，今天就听五六吧。那看票型肯定是出六了，但是，怎么说呢？七十二两张牌，要是两张好人牌打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。七，我说七十二，所以说你二号这一点其实聊的也不太对，对吗？因为七十二总归是要有狼走的，不可能是两狼，一定要肯定是有一狼，但是我觉得两狼在场就没法打了。十的话前置位聊的还行，二也还行。其实五的话怎么说呢，就这一轮简单点出六，但是五有个点我突然想起来，五虽然是跟着我一起出十二的，但是当时我是认为十二是狼的点，对吗？现在你二号觉得十二不像狼了。十二这个发言我真说不好，因为我跟他 PK 的时候我肯定是觉得他是狼，因为他那点说出来，结果十二出去以后又软软的给我发一个言，说什么觉得我是个好人。我不知道这个十二在玩蛇皮好吗？那五六中出六吧，五那个点我给你们点出来，五那个点是怎么样的？第一轮发言的时候他说那就听六七发言呗，但如果六七后置位六七十十一十二没有爆狼的就出四，我没有篡改他发言，他是说了这一点，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，对吗？一会儿告诉我，好吧。那如果二是第一轮我觉得还行的牌，然后我觉得如果保错的话那也没法玩了，二十两张牌应该差不多，我觉得二十应该偏好，那就五六里面呗，对吧？我是一个好人，这一轮就拍身份呗，是一个平民牌，对吗？总归你们都该拍身份了，这一轮我觉得两狼在场上真的没法打，好吧。过了吧，五六应该会出六，因为五毕竟跟我一起投了十二，好吧，过了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四，好吧，就是这会儿你还来打我，疯了吧？你是不是睁眼告诉说十二一定是铁狼走的，对吗？十二铁狼把七一读，那出六啊，赢了这游戏，对吗？还聊我出局，好吧？你是好人，这游戏赢不了，好吧，就出四，我一定举四，现在还来打我，不是疯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那你十一一定是女巫啊？横不能十一吃毒了，对吗？十一全场认的好人，十一吃毒了，疯了，对吗？我觉得四出了，有可能还有一狼，好吧？我不倾向是这个六，好吗？我不倾向是这个六，就是本来啊，我可能会出六，但是你起来你打我就出局，好吧？没有别的，这轮一定出四，你是狼，我给你举他，好吗？你是什么拍什么，无所谓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可能还有两狼在场。有可能是四十，我不知道，好吗？也有可能是四二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四在我这儿是匹狼，因为他如果要是正常来讲的话，十二铁狼吧，对吗？十二铁狼七读错出六，还聊啥呢？还打我五，疯了，出四过了。六号玩家请发言。银牌，为什么上一轮出这张四？首先我不觉得七的发言是张狼，因为你们定义十二井上如果是一张狼人牌，场上剩两狼，谁能跟十二做成狼队友？不能是这个二吧，这二还能举我六的，二是个二跟十二是狼队友，他一定出这张四，对吗？二不能是他的狼队友，两张井上的牌不能是他的狼队友，那只能是这张七，因为我底牌是张好人。
我不觉得七的发言像个狼，所以我去出的这张四。而且四号，我上一轮说你发言的问题是，你在前置位告诉我井上两张牌都保了，你觉得是井下的轮次，你觉得二的发言好，你想保这张二，你觉得十一还可以，你把这张十一保了，你觉得六七要开狼，你的发言不是六七是双狼，对吗？就是在你的意识里，潜意识里面，六七是出一张狼的，那你把十二打死，你上一轮没有去打这张十二，我打你的点不是说你说六七要出狼，是因为你没有打这张十二号牌。这是我打你的点，好吗？我真的不觉得七出局是张狼，十二是个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找不到十二，十二是个狼，我找不到他在井下的狼队友，我真的找不到，因为我不觉得七像个狼，那真的有可能场上剩两狼。先出四吧，我底牌是张平民牌，如果还剩一张狼的话，那就赌一赌他们刀不中那张枪。白痴总归不在了吧，白痴应该不在了，那就赌他们刀不到那张枪就完了，好吧，没什么，我真的，我因为我找不到十二在井下的狼队友，因为我底牌是张好人，我不觉得七像个狼，过了。现在开始进行放逐投票，所有玩家听到我到时候开始投票，慢举无效，三二一请投票。二号投给五号，五号六号投给四号，四号玩家请留言。所有玩家天黑请闭眼。昨夜五号玩家死亡，没有遗言。现在是9:29，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。哎呦，这个四能是个女巫吗？她上 PK 台她都不跳身份的，我靠，这女巫心也太大了吧！不是，我上一轮打四点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，因为他那轮发言他真的没有去打这张十二号牌，我绝对没篡改他的发言。我打他的点不是说他说六七出狼，我去打他，是因为他觉得六七出狼，他不觉得是六七双狼的情况下，他没去打这张十二号牌。二举了一票五是吧？二举了一票五。那我底牌是张平民牌，那怎么你让我怎么去盘呢？这张十。都说井上的轮次放下了，这张二全场都在保，我怎么去盘啊？二第一轮投我，一直是二号一直投的是异常票，第一轮投的是我，然后上一轮投了张五，不懂。哎呦，这个四是个女巫吗？四是个女巫上 PK 台不跳身份的，不懂。反正我底牌是张平民，你们两张牌出一张神牌。剩下一张牌就是狼，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们。我前置位听不到你们两张牌的发言，我只能这么盘。我只能这么盘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可能偏向出这张十吧，因为二的票型我觉得它不太是张狼人牌，好吧？那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哎，如果定义四是一张女巫，那。七跟十二里面要出一张狼人牌，对吗？他那轮去跟着四把这张十二出了 PK 台上，他跟着四把十二出来，我觉得二的票型不太能做成一张狼人牌。我没听到发言之前，我偏向出这张十，好吗？如果你十跳的身份，那简单了，那就出二，因为我底牌是张平民牌，
好吧，过了。十号玩家请发言。我上一轮就说了，我是个蛋牌，对吗？那总归是六跟十的轮次，对吧？那你自己六号你都聊了，对吗？七跟十二一定要开一张狼人牌，对吧？然后你想一下，对吧？跟你二号聊，对吗？我上一轮是压手的一张牌，好吧？我四没四六，其实，说不好，因为四那个位置我实在是不敢投他，他在井上都不跳身份的，我觉得他带身份，我第一句话我就说了，这个四我拍不动，我觉着，对吗？就是不管这个四是不是狼吧，这个二一定是个神了，反正，对吧？应该是张猎人牌了吧？没有人翻枪，除非是读了一杆枪，对吗？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读了一杆枪的话，那应该还是两个狼，那就输了呀，对吧？那我觉得七十二一定要开一张狼人牌的，对吧？我第一次是投的十二，对吧？我也说是要出七。那么这轮六号请你出局，对吗？投了女巫，对吗？且还是一直在跟着七十二一直在出票，对吗？我是张蛋牌，我不是神，六号出局，好吧？然后你要不信呢，我再跟你聊一下，好吗？你不信，当时我就已经认下五号是一张好人牌了，对吗？为什么说井上最多是这两张牌？这个五怎么认下的呢？如果井上是多狼的格局，不会是直接就爆的，一定要是干活的，对吗？井上如果是多狼，一定要干活的，要不然为什么呢？对吗？为什么直接爆呢？好吧，这就是我认下五的理由。好吧，这轮六号出局，过了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是敢呛，就是我想出六，告诉你为什么，就是你三轮打到四身上，四是我认的好人牌。最后我觉得你和五一定会投四，我不知道十会投谁，我想跟四去拉个 PK， 就是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因为五去打他，我觉得他会投到五身上，于是我举的五，我不觉得五像狼，就是我在想他会投谁，我去跟着投谁，这样我觉得能拉出个 PK， 然后十七票了，就主要确实是你六，你投了三轮四，就是 PK 下你投四 ，PK 上了你还投四，最后第二天你又把四给冲出去了，四是我认的一张好人牌，当时我说了，就是五六十我都要出，我都不想出这张四，我这么说的，我说十有可能，然后五要去听，我大概就想出六。我是那么聊的，就这样你们还要把四给扔了，就五打四是因为是因为他说是因为四把那会儿还去打他，其实当时我也说了，但是不算打，我只是轻踩一下，对吗？可能四打得比较严重，然后你六就顺着五把四给扔了，就是确实论行为我是想出你六，我想十秒好吗？我投六，我投六，我投六。现在开始进行放逐投票，慢举无效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六号玩家出局，狼人获胜。你听一轮，别投票啊！我不想。你听一轮也是一样的。你投了三票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现在开始进行复盘，本局狼人为一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，女巫为四号，预言家为三号，猎人为二号，白痴神为九号，平民为五号、六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。第一天狼人刀了九号，被女巫救起，预言家验了八号为狼人。第二天，第一天白天，狼人八号选择自爆，第二天。狼人刀了九号，女巫没有用毒，预言家验了五号为金水。第二天起，一号玩家选择自爆，本局没有警长。第三天，狼人刀了三号，女巫没有用毒。第四天，狼人刀了十一号，女巫毒了七号。第五天，狼人刀了五号。第五天白天，投出最后一个平民六号为狼人获胜。中了，他刀到我到你没能很出场的。他推了，没还是准呢。他推了七八把民推了。藏到背后投错票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还有饭。
再开一个他们的票秘书了，哇，好就得票着了，开个花生，国民党出国民党票的。这个六肯定是里边被推啊，他妈的，我们是女巫票呀，他投了三轮女巫票，天天在呢，天天在外面呢。杨总用表情告诉我们他是个身份。所有人都不敢跳呢。不是，而且他是我的饮水。你这轮，你跳了，咱们六十四轮。上一局这个身份狼人牌是一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。女巫为四号，预言家三号，猎人为二号，白痴身为九号。这个上一轮这个四五都打起来了。你们看夫妻吵架开心吗？咱们两神外面两王推一个，你把人推一个。一推一毒都错了。他妈一推一毒要都能错，那咱也神了，对吗？我都想不到你们拿到女巫牌，我以为歧视你。对呀、啊，我不开心的。开心开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原来大家都是诅咒的黑粉。今天还是彤彤。是彤彤，是彤彤。哎，我要是冷门，我他妈就把这个包了，有五台插上，来继续保我，就是三个人了，哈哈哈。我死了我就知道他是狼了，我就一直看他笑。大概率他出局，我就知道差不多怎么应该是了，绝对不是对，一定不是。彤彤早从上海 JYC 回来啦。明天晚上过来玩，你明天这个金山谷谷主，你明天要来北京 JYC 吗？下一局咱们开进票长老。MC。MC 是谁呀、啊？我说五六，我偏出六，不是你这彤彤过一阵子不去我的，说我打啊，我打你，可能我打错了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想我打你是因为你发言不好？不是不是，你我觉得你发言不好，进跳张了，不是进跳，不是我发言打不好取出来、啊，就是生推局，有时候他们觉得包包乐太恶心了，打了，拒绝玩有白狼王的。那你没聊这一点吗？那我说如果后面发现发好出四，这我还得都聊出来，我还得什么我想法为什么这么出，怎么着都得，那你自己琢磨也该琢磨出来吗？就是因为对的对的对的，明天你过来玩吧。这又不是比赛。那我觉得我说的应该能理解。今天去个普通桌游玩被骗死，为什么会被骗呀？当然都出我了。才一张。我没有出你，我有五六里面我出六。那你觉得十二是不是狼？不觉得，我觉得不是狼。你那你投的干啥的？他遗言才不是狼的，大哥。那你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遗言也是狼？没有啊，我说遗言不像狼，但是投票的时候我觉得是狼，我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可以啊。你明天来 JYC 找我，不是我让我不是我不是说了吗？感受一下你的实力强不强？的，但是你要以我你我为什么不读六？如果我觉得六是狼，我直接把毒、把诅咒的麦打他吧。我怕他是个枪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毒他们外面都说我一定读六的。两个麦都得开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。你们真的搞事情。
哎，彤彤。进屋有吗？彤彤。嗯。那个高大哥皮皮来了。高大哥皮皮。啊，那个谁，那个青蛙不是走了吗？这个、嗯，好的好的，对，对，有位置，来吧。高大哥和皮皮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没有位置。有人来。嗯，我把马丁的我，哎呦。没有，我说是给六七做身份。那我你告诉我，你要求我前置位第二个发言。是因为你没去聊十二，因为你把二十一绑。我聊了呀，我说五十十二，再听一听，没有不聊十二呀。你自己听错发言，我说六七，重点听六七，因为我觉得六七一定要出了，对吗？我说五十十二再听一听，但五十是井上的牌，我说井上的牌，我觉得井上两狼差不多格式够了。那你说他是不是 PK 发言也是狼？但是最后我觉得他遗言不是狼，遗言他要是狼的话，他不可能还认我好人，对吗？你最后你想掰，你只能那么掰了，你只能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投我？说只有狼才会在那时候压手，好人一定，对吧？好人一定